因为较早我做唔到代志，牺牲做家的早囝。水阿姨吼，是咱兜较早的管家，啊你细汉时伊拢无给你操过呢。开一个囡仔，走胖。迄个囡仔唔是走无去，就是我共收掉包的啦。我是讲你把这钱，还是这下大汉？我母娘甲我讲，一切爱回归本位，我贪我走的，就是操控。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。秀辉哦，哇，真久无看，你好你好，啊这位是？我早起阿翁啦，秀阿姨吼，是咱家较早的管家，啊你细汉时伊拢无给你带过呢。顶过有讲到害一个囡仔去走胖去，总共一句就是，迄个囡仔唔是走无去，而是我共收掉包的啦，我贪我走的，就是嘲讽啦。啊，阿你到底变成假胖两家啊？我无时间啊。那照你所讲的状况遐起来，已经搞出来这确实有恶鬼的存在。你若全部传给我，我就传一个念过去。奇怪，那敢是只？你只等我一下，我去看麦啊。伊若提起有袂乱用，安尼出大代志。既然恁的感情这么好，归去都好全全，李少峰做客呗。我是无意见的，全全，你家己安怎想？安尼我就有两个爸爸了。干嘛不听我？参谋，雪莉。丁九啊，把你带上乡村啊，你莫去啊！凡事你应该好将自家真正曾经回归到本来位置。你听我听下配，我接不接电话？周凤不是你的亲生查囝，你的亲生查囝早都调包去啊！假使你有意要找回你的查囝，明仔凌晨在中初都给周叔等了。Thank you.